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米鸡条们。那玩这个《山海秘境》吧，再看一下动画。好，开始游戏。山海镜花呀，炽热的蓝绿白战袍，火龙头，陌生人，不平地的小人，哼！这有河北假汉子的剧情吗？狂老的第十六年，发生了什么？再见面吧，看一眼，衣服莫名起火被烧坏，快把衣服换掉。Hello， 你这急忙忙是要去哪里呀？这是被发现了。不过早上好，这都快正午了，还早。你看看你的兄弟小脸，一身脏兮兮的样子，又跑到哪里闯祸去了？哪有，我溜过去。哦，这么懂事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那婆婆就来看看你今天有多少脏兮。啊，现在吗？不是吧？这是对战教学呀。龙机，你虚无精灵，这看来我教你的那些武艺，你是技术忘了。不过我真没忘，记不忘便使出来让我看看。态度这般散漫，若是在对敌之时，还能有的性命吗？毕竟现在对面站的是你吗？是哟，牛气技能需要消耗灵气。我龙龙，这危险的时候灵气充盈，完全没有练功或力气的量。你今天根本就没有练功。不过这是被发现了。一求知道，在早上偷懒的那都被婆婆试了试。说吧，又去哪儿偷懒了？冤枉！不过我没偷懒，就买个糖，想再回来点名。糖呢？你有这功夫就该多练功，这样往后才有能力开威势。婆婆，我知道了，我好好练功就行。你莫要怪婆婆，婆婆也是为你着想，日后你在外面若是遇到了危险，我从来都不让我离开小雨一步，我哪会遇到危险？你总是要长大的，婆婆总不能保护你一辈子。不过你放心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你还不好好练功，就如今的实力，让婆婆怎么放心得下？看你瘦成这样，一定又去找愁云捣蛋了吧？不过这我可是真愿望，衣服的人头是我最棘手的时候，被一个红眼睛小偷了手的。红眼睛，我是你编出来骗婆婆的吧？不过是真的，就是真的眼睛，他眼睛红红的，就像，就像走过来那个人，就是他，烧我衣服的就是他。大呼小叫，直指点点，真是山野之狐。你就是无礼，看你倒挺年轻的。这是，你是男的？废话。本大爷一直就是男的，这是岳春言啊，叫人用户，你叫盲生，你是毕方，不愧是巫女，好点。王龙，快到我身后来。好。既然你认出了我，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。今天我来是要带你。喂，你这人这样，烧我衣服为好，还对婆婆如此无礼。王龙，晋升。别紧张，不是要带走你这个傻小子。虽然我还不知道他这个小野猪的具体位置，不过我不会的。问了你也不会告诉我，对吧？你要找的人，莫非是哪个人？别说了，说了这些好玩的，我自己找比较有趣。不过呢，屋里的手段我是听过的。如今虽然老了，但也是个麻烦。我临来的时候，那位大人特意嘱咐，要我给你找点事儿做。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个。
何必如此吧。原来火眼牛奶叫比方，他的小野方火竟然好嘛，没有任何减弱，就那怎么办？这时候怎么了？其实引出其中的灵气，净化镜。咦，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不不，这是哪里？这面镜子是？这是镜中世界，你面前之物就是祖神创世所用的净化镜。净化镜中自蕴大荒万灵，只要是以麒麟之术，便可从镜中唤出净灵来。净灵？麒麟之术？那是什么？净灵是大荒生灵的复刻之灵，虽能力不如本体，但却可以与你一同对敌。麒麟之术便是以一缕灵气为引，从净化镜中唤出净灵。来，黄龙，你来试试。哥哥，我接住你了。放心吧，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们了。净化镜真是个宝物，我本想带你找大邪再将死物于你，但眼下毕方既然现身，想必小爷也不再安全。黄龙，潜入未知，善用净化镜，好好保护自己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婆婆，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？好了，有净灵跟着你，我也放心些了。你现在就去祭坛吧，记住用自己的邪界开封印，将那个人请出来，万事小心。婆婆，那你呢？我虽然不能灭了这业火，却能隐去干渣之力，将火阻隔，暂时护住小野，但这法子支撑不了太久，你若将那人请来，小野或还有救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婆婆，你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女娲遗命，以食物之名，以干渣神力，护一方生灵。但愿这场灾难能早日结束，但愿黄龙能够平安。黄龙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秋雨，你没事吧？我的铺子刚才忽然着火了，然后整个村子也着火了，然后还扑扑灭，然后火又突然灭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婆婆暂时把火隔开了，我现在正要找人灭火，你可千万别乱跑，万一碰到放火的疯子就危险了。放火的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个红眼睛的家伙，长得很清秀，但是疯疯癫癫的。红眼睛，然后长得清秀，原来是他烧的村子，我知道了。凶手就在前面，站住！什么？秘方在这里？乔云，你等一下！你这个人为什么要烧我的铺子？然后为什么要放火烧我们村子？什么破子村子的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都不认识你。这红眼睛，然后这漂亮的长相，肯定做不了。你就是黄龙说的纵火犯。说我漂亮，我是没意见了。但我才不是什么纵火犯，你别忘好人。哎，今天怎么回事？竟然还有个红眼睛的外来人。哎，你们等一下。想耍无赖也不看看对象。本姑娘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本姑娘最讨厌被人冤枉。我会好好保护同伴的。龙焰化阵，行了，怕的话就快跑吧！赢了，赢了！你到底为什么要放火烧我们村子，然后还烧我铺子？我刚刚说过了，我没放火。真的不是他，纵火那家伙是个男的。什么嘛！你
怎么不说清楚啊？是你没把我的话听完就跑了。不过那个放火的家伙确实长得很像女人。那然后，这位姐姐，真是抱歉。对不起，是我没说清楚，让你们误会了。凶手和你很像。和我很像？本姑娘长得像男人吗？不是不是，是那个家伙长得比较像女人了。像女人？难道你们说的纵火犯是毕方？对对，就是毕方，这火就是他放的。你见过他？等一下，我和他哪里像了？不像不像，是我没说清楚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们记住了，本姑娘叫破思子，不要再把我和毕方那种疯子搞混了。抱歉抱歉，都是误会，我还要去找人灭火，回头再见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据我所知，毕方的火可不是一般人能灭的。现在这时候，你能找到谁来帮忙？我现在要去祭坛，其他的事情还不便说。啊，祭坛？我不准你进去，那我也要去。也好，你跟着我，总比在外面乱跑不见毕方的疯子要安全。小隐祭坛，我能和你们一起去吗？兔思子姑娘，你去干什么呀？我在大荒游历，就是为了研究各种机关封印的，我当然要去见识一下了。对了，这些封印机关我可是很拿手的，帮上你们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跟着我，在祭坛不要乱碰任何东西。哦，对了，我叫黄龙，这个小不点是小鱼。你又胡说，谁是小不点？没想到你们两个家伙还挺有意思，那我们就暂时一起行动好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，拍摄：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